挑战用蓝牙控制器遥控女友手机，先试一下。直接给他关机。咋了？这手机要坏了。是不是你手机坏叫我干啥呀？我觉得14 Pro 挺好的。想屁是吧？还要换手机，怎么可能突然就坏了嘛？真的，我刚刚在那刷视频，然后哎，你等一下，你滑回来呢？哇、哦！你当着我的面看腹肌小哥哥，这不懂？我是自己动的，是我动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我都想动，他肯定是坏了，我没骗你。哎哎哎，你还当着我的面转发到家族群吧，把这个帅哥啊！没动的。是什么？乔雨罗，你为了换个新手机居然把肌肉男发到家族群里面，真是这个有病吧你，我真的不需要好不好？干什么呢乔雨罗？我还把那些数据传到新手机里面啊、挑战继续。咋了？你看都没有他动了。我没看清楚呀、那等一下他肯定还会再动的。机会来了，趁现在查他手机。对对对，他动了，但是我没看清楚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。再看。啊，赶紧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。你笑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呀，没什么。看完呢？你能看了吗？不要脸！不是老夫老妻了，你都存相册给我看一下呗，快点。故意叫女友洗澡时，如，你去洗个澡呗。洗澡啊！现在对啊，你反正就两个人呗，什么时候洗都可以。那正好我过几天做一次汗，洗下皮。那你记得洗干净点啊！啊，你洗干净点才好享用呀、咋了？你跟我一起洗呗。那你冷的话你就洗，你洗热水呗不就好了吗？ Later.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呀？你不是让我洗干净一点？我去什么呀？我让你去洗个澡子，你怎么跑厕所去了、搞这么久我自己都洗完了都。你说洗澡是洗这个啊？你不会想多了吧？缠个身子了。我睡了一整天后，有人会找我，有人会催我，但碧罗却会分享他一天的事情。你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呀？我跟蔡妍都出来逛街了，发个视频给你看一下，没有其他异性。我说这个好不好看？还分享了好多好多事情，都看不过来了。要不今天怎么被人收养了？好可怜啊！你起来，给你带个吃的，快点起来。啊！当我问今天吃了吗，有人会说吃了，有人会说没吃，但碧罗会说：“你今天吃东西了吗，碧罗？”薯条啊，不是给你发视频了吗？我吃了炸鸡，还买了个泡芙。然后他们店里面有个这么小的蛋糕，要50块，买了，吃的好撑呀。你呢？你吃了吗？啊，我正在吃呢。那我也要。不是，我才吃的，没有吃几块。当我问情人节想要什么礼物，有人会要包包，有人会要口红，但碧罗会。你想要什么情人节礼物？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？啊？那我想去看电影，你陪我去。不是，我说礼物呀，包包、口红，还有。我想你花时间陪我，其他都没事。碧罗。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没什么话聊呀、不会啊，我们虽然每天都在一起，可是我每天遇到的人，但是就跟每天的夕阳一样，肯定不一样啊。就跟今天的粉儿一样，格外的臭，对吧？我的三姐，你怎么这么说？当我和女友说话，自带 BGM。完了，快乐宝不见了。啊！你不知
天在干嘛？你又偷偷买可乐？哎，我好久没喝快乐水了嘛，就一次。不行，以后再喝呀，为什么非得这段时间喝呀？因为幸福不是每天都有，错过了就要等很久。我想留在你的身边。不行，那你给我买不买？卢啊，你买新手机到了。哇，他终于到了，我等了好久了。果然，人只会在意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看来他是，我不是。给谁都不说一声。哎，碧罗，本来就是送给你的，你真不要。罗，你看我今天这么卖力，那我答应我的电脑什么时候买？我有时间再说嘛。虽然我明知道你在敷衍我，但我还是拼了命的想。那个夏天。付先生，真的电脑卖，我私信去拿了。谢妈啊。碧罗好像真生气了。碧罗，理理我呗。我还有话那么多。笨蛋，有时候别太在意自己失去了什么，多看看自己拥有什么呀。就比如你失去了钱，但我收获了快乐呀。我关心的好不好？